OK，Hello，大家好。这会儿已经很迟了，然后我们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收拾东西，所以如果有一点吵的话，那我就大声一点。今天呢，虽然是冬天的晚上，但是感觉要比昨天的晚上更温暖，也更充实一些。今天可能是因为今天一直在忙3周年的事情，对，今天说了很多关于3周年的一些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畅想吧，感觉有好多好多回忆突然就出现在脑海里。对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感觉我们在慢慢变得更有默契，然后大家也都在成长，然后变得越来越像自己。哎呀，好饿。桌子上有好多吃的，我决定一会儿去吃一点东西作为夜宵，然后晚上还要再继续去排。具体是什么呢？就要过几天大家自己看了。那就这样，然后大家没有睡的早点睡觉，睡着的就第二天再看。晚安。